本期魔法奇迹，魔术师陈领心即将挑战你的眼力。是什么魔术让朱静家花容失色？哇，酷哎！三位女嘉宾齐心协力难为魔术师，太狠了！神奇的硬币莫名滚落杯中，360度无死角透明桌，史无前例的挑战，陈领心能否挑战成功？我在怀疑他的魔术。精彩内容马上为你呈现。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魔法奇迹，我是梁璐。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魔术师陈领心，有请。你好领心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Hello， 好久没见了。真的，哎，我好期待你给我们带来的魔术。今天会有惊喜吗？对呀，今天有全新的魔术。那我觉得一开始呢，其实我们可以轻松一点，就比如说我会给一点小吃给你们试一下。哎，有看过这个吗？口香糖。对，那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，我先拿起一些出来，等我一下。你们也可以吃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是真的。真的哦，没有我的吗？天！其实我有一个特别的口香糖送给你，是这一块。OK， 这一块是一个好特别的一个口香糖，因为会跳的。看清楚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会跑到这里，为什么？但是它还可以这样，回到原点。那你可能会问，向下跳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看清楚，吹一下，哦，它就会往下跳。哎，但是刚刚你可能觉得我盖住嘛，你看不清楚。我会让你们可以看得清楚，它跳过去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个厉害，厉害。但是，如果你想说，跳两下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看清楚，最后喽，一、二，它就会跑到这一边来，谢谢。哇！其实呢，我们还可以试一下奇怪的东西，比如说。其实魔术师呢，吃口香糖是有一个好特别的方法的。嗯。怎样吃？你想看吗？不知道。看清楚哦，千万不要眨眼睛。看。啊哦，它在动。天哪！哇，这个口香，哎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可以制作口香糖。谢谢陈领心。那可能大家不知道，我们本期的魔法奇迹呢会有一点特别之处，那就是呢我们为魔术师们设立了魔法群英会，当然也有我们的魔法助力团的三位小妹妹，欢迎你们，她们分别是赵露雨、朱静佳和裴云轩，欢迎。哇，那魔术师们想要进入我们的魔法群英会其实并不容易，不仅要比拼变魔术的技巧，而且要比拼人气。每位魔术师有一场个人表演的机会，借此获得更多人气。之后每三个魔术师为一组进行小组赛，个人表演和小组赛结束后，获得人气最多的魔术师可以直接晋级到我们最后的魔法群英会。最终累计投票数最高的魔术师将获得本季魔法奇迹的冠军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林心。好了，那刚刚那个口香糖的魔术只是一个开场秀而已，现在才是主菜。那我们用到这个魔术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只有一支笔 ，OK， 其他没了。那其实我还想要借用你们的手，你们可以这样子吗？好像你比较适合，麻烦你这样闭起你的手。好，你喜欢你的左手还是右手？谁选一个？左手吧。左手 ，OK， 那右手就可以先拿走，右手可以先拿走，对。好，左手不要动啊！不敢动。接下来看清楚，我会在我的手上画一个叉叉，看到吗？那这个叉叉是一个
Permanent ink 就是不可能拿得走的，但是，对呀，千万不要眨眼睛，看清楚镜头，我会把它这样。拿出来，你不见了。现在在我手之间，我只是要吹一下。然后呢？我想问，你有感觉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没。我没有碰过你，对不对？对。左手是你自己选的。对，是我的手。对对。慢慢反过来，慢慢打开看看。啊！这也可以。什么时候跑过去的？你有感觉吗？没什么感觉吧？没有。那可能你们看不清楚，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前一点点，对对对。啊。还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闭起来。对。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打开，你可以慢慢打开看一下，是不是还是一个？还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嗯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。因为刚刚是写在手上，可能不太清楚。接下来我有一个卡片 ，OK， 哇，你帮我拉出来可以吗？对，要。看，我会在卡片上面画一个叉叉，就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对，哦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叉叉呢会超级神奇的，不要眨眼睛。看，我会把这个叉叉。按住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跑过这边。啊！哎，真的移动了。对啊，但是如果不盖住会怎样？看清楚，就这样。啊！哇！慢慢慢慢慢慢，跑过去这边。那最后呢？我要把这个叉叉编进你的手，所以千万不要打开。现在还是一个。这里一个，看清楚哦，只需要这样摇一下，你看到那个叉叉不见了，慢慢打开，看看有多小个。哎，还是一个。还是刚才那个吗？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那个叉叉穿透了你的手，慢慢反过来。跑到你的手背了，没有感觉吗？没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手里面有一个记号，好，那我就放在这儿。他就说有穿透我，他说啊，可是我没感觉到疼啊，你知道当时那种想法，就是他要翻过来的时候，我真的当时就有傻了。当别人就看向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眼神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而且什么都没感觉到。他就是让我放在这儿，我就放在这儿，然后翻过来就有了。接下来这个魔术呢，是一个很有趣的魔术，因为。不需要我自己变的，这个魔术全自动的，待会你们就会明白。那我们需要用到的是一个扑克牌 ，OK， 扑克牌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只需要我还在这儿，这样你们选两张牌，好不好？非常简单哦。那就这样吧。小雨，好，随便喊停吧。停。这边 OK， 记住，好，一样。小轩，随便爱停，暂停啊！这边要多一些吗？多一些，多一点，OK 吗？停。好，麻烦你，记住这个牌，不要给我看到，可以给镜头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清楚了。好，我转过来喽。好。OK。好，那第一张牌可以给我吗？对对对。可以吗？对对对对对。给你吧。好，记住第一张牌。会放到大概中间 ，OK， 然后第二张牌，舍不得给你了，也记得，一样，中间，好，接下来这个魔术呢，我说过，是全自动的，那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，一个盐罐吧，是这样子吗？盐罐，那你可以看一下是真的盐罐吗？摸一下吧，对啊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魔法的盐罐，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只是要撒一些盐在那个牌上面，你的牌就会慢慢反过来 ，OK？ 来，看清楚。怎么可能？来，
一二三。自带音效是吗？成功了。哎，你的牌是什么？告诉大家。十二。十二是 Queen， 是什么 Queen？ 黑桃。黑桃。黑桃。黑桃 Queen。OK， 看一下，各位观众，有一张牌会反过来。啊。黑桃 Queen， 谢谢。不可能。我没有给你看。对，那我们继续喽。我把你的牌反过来。还有一张，还有一张。我们再来。我的那张吗？到你呢？你想要试一下吗？来来来，特效可以啊，试一下。咕叽咕叽咕叽，摇一下。快快快！好恐怖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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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然后呢？你看，你的牌是什么？我的牌，红桃四。红桃四。对对对。你看，就有一张牌反过来，各位观众红哎。就是刚刚那张，刚刚那张，刚刚那张，还是你的牌，你的牌奇怪，不紧，我们把它反过来，这样，再来，没可能啊，应该成功，红桃四对不对？啊，对，红桃四，为什么还是刚刚那张呢？可能反过来，他怎么反了好几遍都会反过去呢？这样，按进去，两下。然后应该是红桃四哦，他就一次一次跑出来，奇怪，那怎么办？啊，这样吧，我把你的牌，这样吧，先放旁边。我有个办法，我把它撕掉，就不要它了，最安全哦。好了，接下来一定会成功，红桃四对不对？来，一二三，各位观众，红桃四。还是黑桃 Queen， 这个是。如果这个是黑桃 Queen， 那这一个撕掉了呢？那撕掉的是什么？各位观众，谢谢。好厉害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把我的牌给撕了？你告诉我。对对对对对。那不明明刚才我们看到他撕的明明就是黑桃，变的黑桃，黑桃那个。对呀，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。对啊。这么红桃四是你选的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给撕。对对对，你可以借你的右手给我吗？啊，可以。对，右手。好，我会把你的牌呢这样子，我会把它压到你的手里面，压到好紧哦。确认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打开。啊、接下来呢，我会给你一些热力。对。你有感觉到一些热力吗？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，就是魔法的眼。咕叽咕叽。来了。差不多了，有感觉到咸吗？有感到有一些动了一下吗？一点点吗？好像。不要紧，你慢慢打开。反过来。哇！给过你镜头看一下。真的是红桃四重，就是这个变回一块了。怀疑自己的感觉对不对？没有过。谢谢。谢谢林奇，太神奇了。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练习魔术的。其实魔术是平常呢都会练习很多手法的魔术。那譬如说用这个来做个例子，你看这个是什么吗？不知道是什么？有一个隐形的东西，我们吹一下，看，变成一个一块硬币。那硬币我们常常会练习一个东西，就是。看清楚啊，我们叫做 coin roll， 看，你看，我一直把硬币在手上跑来跑去。当我们常常练习这个 coin roll 的时候，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哦。看清楚，看，会慢慢的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去了哪里？这里。如果我们把它捏住，看清楚，吹一下，会变。透明，看清楚，一、二、三，都跑回来，谢谢。那但是呢，如果要把这个魔术变得更困难的话，我觉得要这样。我想要请你在上面签一个名，譬如说我叫 Henry 嘛，我就签哦 H， 就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有。有吗？那你。就写一个英文字，这样做一个记号。好。
呀。J， 为什么是 J？ 因为我是朱静佳嘛，我有两个 J，所以就是 J。OK， 好，那看清楚这个签名，记得是一个 J， 还有一个 H。OK，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，我们多了一支笔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多了一支笔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魔术棒。OK， 很简单，看清楚哦，有签名的哦，我们先握紧，我们用一个笔拍一下。它就会不见，哎，跑到哪里？哎，在这边，哦，回到这边，再来一遍好不好？看清楚，一、二、三，哎，还在，这不见了，笔不见了，啊，笔不见了，真的。对啊，如果硬币在这边，笔在哪里？跑到我耳朵这一边哦，对呀。你没有看到什么时候跑过去的吗？再来再来再来，如果再拍一下，看清楚。哎，又不见了。又不见了，跑到哪里？讲过，跑到我的耳朵。这个真的。还有你的签名，谢谢。独一无二，好厉害。那可能你们会觉得，就是说，哎，好能可能我的手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最慢最慢做最后一次给你们看，所以看清楚，是你的签名吗？对。哇！又不见了！天哪！去哪儿了？谢谢。那接下来，其实这一段魔术呢是比较特别，因为在魔术里面呢有好多种类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硬币魔术，有扑克牌魔术，还有其他奇怪的魔术。那这个魔术呢其实比较特别，因为这个魔术我们叫做杏林魔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会尝试读取你们的信里面在想什么，好不好？就是读心术是吗？读心术，恐怖。对。那接下来这里我有两本那个杂志嘛，好，你们可以检查一下是普通的杂志吗？每一页都是不同的吗？对，这也是普通的。好，接下来呢很简单，我们有两本，对不对？对。小佳好了，你喜欢哪一本，我们就用哪一本。这本吧。这本吗？对。好，拿起这一本，随意翻开任何一页，尽量不要给我看得到。OK， 三个字儿多的。然后呢，我想你在里面那一页随意选一个英文字，但是呢，先听一下，如果你选的是 is and apple orange， 当然不会，太对你太好了。所以我们会弄得复杂一点，越长越好，超过七个字母就好了，超多的，全超超长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小轩，你可以帮他把这个字写下去吗？这个要写一会儿。他们搞不好会选十三个字母以上。哇，那就超级困难了。你确定你们写的是一个字吗？还是三个字？OK 了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对不对 ？OK。对啊，对啊。把那个本书闭起来，纸把它借起来，对，折起来是吗？盖住，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得到。好。那接下来你们三个都知道这个字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开始读你们的心。好，这是你选的吧？好，是的。小佳，麻烦你看着我，看着我。小心哦。OK， 想着第一个字母。OK， 麻烦你告诉大家，你第一个字母是什么 ？H。H。OK， 想着第二个字母，想着看着我。好，叫对决。差不多了，第二个字母是什么 ？E， 所以是 H E。各位观众，
H-E。 哎，还没还没，我什么都没干。第三个字母，第三个字母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们一起想可以吗？第三个字母。OK。三人 PK 吗？对阵，对阵，我们闭眼，我们闭眼，我们想一些，想着那个字就好，想着那个字就好。我看着林夕的眼睛，我的脸突然就红了。我觉得他的眼睛像手一样，都是有魔法的。想着整个字好吗？我开始感觉到，我好担心你们记不住那个字儿，因为太长，太长。超级长啊，这个字超，但是我感觉到是跟那个姓有关的，这个姓有一点关系的，但是我不是很确定。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五个字啊。那你看 OK 不要紧，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，麻烦你们告诉我你那个字随意选的一个字，非常长的字是什么？是 heartbreakingly。 heartbreakingly 就是心碎的意思吗？好，各位观众， heartbreakingly。 谢谢。我不服，我不服。这魔术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。因为我们写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字母 heartbreakingly， 而且我们三个人没有沟通，没有去告诉他任何信息，他就在一张白纸上完全写出来了，每一个单词都写对了。那刚刚我示范过，这是一个读性属的心灵魔术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会示范一个比较视觉化的心灵魔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把东西移动。好，意志力，对，一块钱。那很简单，跟刚刚一样吧。我们还需要一个被子 ，OK。为了证明是同一个硬币嘛，所以我想你帮我在上面签一个名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麻烦你。是写中文就行。所有都可以。好。就确认我们不会把这个硬币换掉。我签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梁，嗯。梁。好。因为笔划比较多。接下来呢？看到吗？一个梁字。我们把这个硬币呢平衡在这个被子的旁边 OK。 你会看到没有任何的线或是其他东西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我只需要用我的意志力看着这个硬币来咯，集中精神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！哎呦我的，为什么？谢谢。天啊，怎么他完全手都没有碰这个杯子，怎么掉下去？哎，我觉得是不是桌子下面有什么神奇的力量？或者我们在碰桌子吗？对，但因为我们看不到，对。那林欣，能不能我们？这个挑战升一下级，比如说我们把桌子如果换成透明的，哦，这个太好了，我们就知道桌子下面没有神奇的力量啊。嗯，可以试试这个挑战。你能接受这个挑战吗？接受，接受。而且你接受挑战的话，难度升级的话，你的票数肯定会更高哦。对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。我尝试看看。接受那个挑战其实蛮困难的，因为，要透明的桌子，然后360度。其实我没有试过这样的状况。当时换透明桌的时候，我在怀疑他的魔术，我在怀疑他的双手能不能在360度无死角的情况下给我们变出一个新奇的花样。其实我内心是相信他能够完成的，但是我一想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四面都是透明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难啊，就算你想有一点点什么小动作的话，这我们这么多双眼睛。好了，大家看，应我们的要求呢，现在已经把桌子换成纯透明的，而且我们几个呢，刚才是在那个角度看哈，现在我们转一个方向，换到这个角度，但是我觉得还缺一个死角，林欣，我觉得没有人在下面有一双眼睛就需要。哇，
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说你是怎样，就是我觉得下面看的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下面需要有一个人、哦、有一双眼睛在看着，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？应该也可以，应该没问题，真的吗？你确定啊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给观众一个福利，好不好？我们问一下现场观众，有没有愿意有人愿意在下面来看一下这个魔术整体的效果，好不好？来，谁愿意来，请举手。我们选一位男生，好不好？来，中间那位白衣服的男生吧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. 来，你看，从这边可以吗？来，这边请。怎么做？你好，来来，站到这边来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宋银涛。宋银涛，我叫你小涛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欢迎小涛同学。对你今天来的作用很重要啊，你要从下面来看整个魔术的整个全程过程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眨眼睛，好吗？来，我觉得从下面，那林欣，你觉得他蹲在下面这样斜着可以吗？ OK， 没问题。都 OK， 没问题是吗？来，对 对好吧，那就委屈你一下了，好，辛苦了。坐着，我们的另一边。不是第一次变魔术，下面有个人这样看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了，对不对？念力移动这个硬币。OK， 还是同一枚签名的硬币。好，平衡在背的边。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哇！成功了。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但是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可能你们觉得，哎，如果我平衡在杯边，是不是我可以就把它吹掉，对不对？用口有没有用嘴巴的？对对对对、嗯，所以我有一个方法，就让这个不可能。我们用这个笔盖吧，我这样把这个笔盖放在桌上，然后把这个硬币平衡在笔盖上面，好。然后呢，再用被子把它盖住。哇，这样子了，这个就不接触任何空气了，就没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试试看啊，来一起。各位嘉宾还有主持，我们一起用念力想着这个硬币，好不好？想着把它移动，然后手这样子跟我一起做，这样，然后给它一点热力，对，可以靠近一点点，对，然后我们一起数。一、二、三！哇！天哪！谢谢！谢谢谢谢谢谢林夕，来小涛，辛苦了小涛，慢点慢点。没事吧？辛苦了。我想问一下小涛，你刚刚在下面的时候，你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，有没有哪里不对？挺正常的。就硬币在没有隔空任何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掉下，你觉得很正常是吗？对，就是一、有点感觉不可思议吧，不知道怎么情况下就掉下来了。你就觉得林夕非常的神奇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好的，我们再次用掌声来谢谢小涛，谢谢他用他不是很大的眼睛全程观看了我们的魔术，谢谢你辛苦了，请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了，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都被惊艳到了。如果说你喜欢陈林夕的魔术的话，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为他来投票。那这样林夕，你要不要为自己也拉拉票啊？好，我有一个好特别的方法去拉票，我们会用到这个东西。哎，麻烦你检查一下，是普通的袋子吗？可以吗？塑料袋。塑料袋。塑料袋。让我一个怀疑自己、怀疑人生的人怀疑了眼睛。对，把这个杯子放进去，小心一点。好，确认没有其他东西。好，看清楚哦。接下来呢，大家一起帮我拉票好不好？好，用我们的念力集中在这个杯子里面，准备哦，手这样子，然后慢慢靠近，用我们的能量。谢谢。